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，今天我们继续采访。师傅，现在很多的大人孩子都在玩电脑、网吧、游戏机上玩杀人的游戏、杀动物的游戏，他们玩这样打打杀杀的游戏都成瘾了。请问师傅，杀虚拟的人和动物算不算杀生？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。杀生，而且这个东西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那个时候电视是黑白的，没有彩色的，他就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人，可以害人。啊，电视它是没有善恶的，它是个中立的，问题看你播演的什么节目。如果播言是负面的，那就害人；播言仁义道德，就救人。他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他像水一样，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。他告诉我，将来美国的大灾难就是这个东西引起来的。他中国现在刚刚开始，必须小心谨慎。来防范。那么最近你看，从电视演变成网络，越来越普遍化了。小孩，中国情形我不知道。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小学一年级就使用电脑了。现在也一样，师父。也是哎。一样。哎，那么他们在电脑上的时候，收看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。他怎么能不学坏呢？天天所教的都是负面的，啊，负面已经变成他的主流思想了。他认为这是对的，啊，认为杀人是对的，甚至于杀父母也是对的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这是今天大灾难主要的第一个因素，就是这个东西。